台中市雾峰六股路是中正路通往中投公路的主要道路之一。过去道路狭小，但通行车辆又多，来往车辆不易。这都这一辆车，我远那都得动啊！哎呀，我未过来。台中市持续打通交通任督二脉，提供安全舒适的行车空间，将六股路与中正路口拓宽，七号举行完工祈福通车典礼，预期大幅改善交通瓶颈。两个都是接近下道路，以前刚刚五公尺，啊，定定开车吼，塞到安尼，才变十公尺，比较顺畅的。市府编列了3885万元办理拓宽，6月20号顺利通车。此外，建设局也在近期完成雾峰区振兴街118项打通工程，连接振兴街与中正路。50多年来，民众需绕道相当不方便。联系的有5个例啊、哦，那它本来是一栋建筑物阻碍了，那通常之后呢，就能够直接通到我们中正路到我们的省道。台中市的打通工程也使民众在来往上不必绕路通行，疏解交通瓶颈，提升通行安全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